除了第一名之外，其他五颗星球都将有一位少年无法一起进行到下一阶段的旅程。有点紧张，那个人有可能是我。我真的不需要，就是任何一个人离开。一直在注意的人，一点点小小失望，就太明显了，蛮不妙的。我们刚刚最后选出来的是。黑暗中的光芒，释放蓄势待发的无限可能。谁将成为最耀眼的一颗恒星 ？TVBS 42频道，8月24日起，每周六晚间8点，一起踏上全新的冒险。